今天总理就是等一下我们化个妆，我帮你化妆，你帮我化妆，然后晚上一起去吃海鲜火锅。他帮我化妆。这是雷鬼狂客加一起。千年古典的优美。怎么这个口红擦起来热热？会侵蚀哎。不是，你们擦口红都会这样，这热的吗？你没有擦过口红。反正中间这一块人中很热。对。你这什么烂东西？有专业秀，睫毛晕染，哪有这样化妆的啦 ？Open， 哇，好可怕！这个真不是人啊 ！Open， 你笑死我！等一下介绍妹妹，为什么就来了？没有，我想打她，我刚是仇人。哎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。他妹妹，哎，你为什么要用我的抖音整天在上面？你那个抖音是我在经营的呀，才把你经营到那么高的粉丝。Everyone turn to see。今天总理就是等一下我们化个妆，整理好之后呢，我们要去市场，就是挑可以让你穿的衣服，也可以让我穿的衣服。然后回来之后，我帮你化妆，你帮我化妆，然后晚上一起去吃海鲜火锅。他帮我化妆，对。帮你打扮，手下比什么强，他会不会 X 毛弄成丑？你画好一点，不要乱画哦。你把眉毛遮掉，他是不是给我画什么泰妆啊？我要给他做一级妆，这个是史上最大的牺牲。基本上他的脸很难画，他的皮肤有点差、啊。屁，那个粉丝肯定受到了。那火锅不会很远吧？不要讲话好不好？为什么他眉毛先盖不掉？我已经盖眉毛了嘛！大家都在看。我现在自然盖不掉，我就把你眉毛当成其中的一个眼影。眼窝这要给你加强一下，今天这样做出去效果一定很棒。你是整我吧？我要是那个眉毛细细一条，我先画那个型来。嗯？不会，等一下外面出来吓到路人了吧？不会。那我不会把它画很浓，因为我知道那种效果淡淡的。为什么你纹那么深的眉？化妆要用这边的，可以吗？要啦，那你拿化妆刀不给我画？完了，我又被妹妹渗了。加压这边的状况，有些人是可以加一点点，不要太长。你这妆我会很快帮你完成，我不会让你躺太久。其实也蛮好看的呢。这是雷鬼狂客加一级。就有了。我还要画点花瓣在这。这口红怎么用的很辣嘴巴、啊？赶紧做起来。长腰了，你等下也完蛋了。洋风跟东方风混在一起的那种。不要瞧不起春年文化吧，我是融合了千年古典的优美以及现代的一些新的元素。为什么这个口红擦起来热热？会侵蚀哎。不是，你们擦口红都会这样这么热的吗？你没有擦过口红。反正中间这一块人中很热。你闭眼睛吧。你帮他擦平，这个黑眼圈把它遮起来。不过没有黑眼圈。好好好，温柔啊。温柔不见得代表说作品是完美的。你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完美的。你这什么烂东西？我好像知道这个牌子，就是有一个女生在打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很死白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要这样，这样子刷啊。哇，有专业的感觉。有专业秀，睫毛晕染，哪有这样化妆的啦？等下还会帮他画个鼻影。哦、oh, ，OK， 好。你现在是在画哪一个部分？他这个是有一个晕染的那种线条。你看，不偏打，有点像。不偏打，这边是鼻影嘛？这边放一个痣。很不错吧？对吧？这蛮好看的，是吗？不是蛮好看的。有这一点跟没有这一点差好多哎、欸。干嘛、啊？还有人画鼻孔？多这里的啦。阴影很专业。哦，阴影看起来比较立体。有有。啊！然后这边这样一下吧，因为它这样子就会有那个阴影的出现。跟那张照片有八成像。嗯，真的对吧？好了，你可以抠完了吗？来，还有芽菜。
样。可以吗？可以了，结束了。哇靠！还怎么去？我要请家母陪。去参加家长会。海哥，海哥。漂亮，所以我的漂亮的举手，一二三，好了，给你们一个支持票。那觉得她漂亮的举手，一二三，啊，我赢了，我会勇于接受的，你要勇于接受这样自己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